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媒体汇流和资讯融合的整合性人才。毕业生在包括媒体、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传播和传讯业中，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国际师资阵容强大，全部获美英名校博士学位，很多亦曾经在美国著名大学长期任教，具有很高的国际声望。根据香港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2006年研究的评估，该系的教员以 89.3 分名列香港地区媒体与传播研究第一。告别传统的分割传播形式，所有学位课程都按照国际上最前沿的融合教育模式设立。该系新开设的由政府资助的媒体与传播学士课程，培养新型跨媒体、多才艺的传媒专业工作者。学生需要通修新闻、说服传播、视觉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的基础课，同时在新闻、电视或者广播、广告或者公共关系、新媒体传播等每个专业方向中选修至少两门以上的课程，然后再集中选修自己的专业方向，培养学生具国际视野。近一半学生被派往世界各国进行国际交流，近一半学生是中国大陆的优才生和国际学生。每个学位课程都设有多种奖学金，训练学生在两文三语上具专业水平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American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died at age 50 last Thursday afternoon. New York Yankees staged a comeback this season by claiming the 27th World Series title at the new Yankee Stadium. 财政部发行的60亿元人民币国债在10月20日截止认购。但是张宁为中国游泳队收获了紫色罗马世锦赛的首枚金牌。注重新媒体应用和传播实务，投资近2000万设立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设施，包括高清数码电视摄制室、广告设计制作室、视频编辑制作室、音频编辑制作室、眼球追踪、新媒体使用实验室以及网页挖掘实验室。由学生和教师主办的城市电视台是香港首间定期制作新闻时事节目的高清数码电视台，亦是大中华圈少有的同类电视台。罗马时期二十地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州院学校南洋参加命运在各方的 Hamid Karzai was re-elected Afghanistan 晚结束，投票率创历史。香港国际观礼团于十月日 Harry Potter has decided to move 七号破获一个以假结婚申请内地人来港的人。其制作的节目被当地媒体认为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商业电视台的水平。我是杨正，我是媒体与传播系的三年级学生。在城市电视每一日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是我都学到很多东西，也都觉得很充实。大家好，我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三年级的学生吕祥真。做新闻对我来说每一次都是一场愉快的冒险，而当我听到城市电视吕祥真报道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我都感觉特别自豪。